们这个今天好像来的邀请的还有另外一个叫潘美辰。Yes, okay. 我们一起来欢迎潘美辰。哎，大家好，谢谢。两潘进入问候词都不一样，哎，一个是温文儒雅，这个这一个是大家好。年轻就是说你比较校园派啊。李子的歌曲熟不熟悉呢？他的歌曲熟悉，但是就是不敢在他面前唱。哦，那都在卡拉 OK 唱的，都在卡拉 OK 唱的。我们这个节目有个好处，就是你越不敢做的事情，我们越希望你做。哎，当场给他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有个小小要求，希望能够互相能不能对唱一下 对方的歌曲。要我对唱他的歌？哎，好像蛮好玩的。好像蛮好玩的。我觉得我很困难，因为我觉得。应该说她潘姐啊，很有女人味。那么唱她的歌啊，我到我哥哥倒很会学她。这样，我是看我哥哥学的，觉得很好，因为你很可爱，比较男性一点点。可是她的动作很女性，要很女性化，你先把动作做出来，完了再来唱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怕会破坏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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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潘美辰要模仿潘粤云喽，很滑稽的，因为我观察到。潘姐她脚怎么站的脚？她脚一定是丁字步，我不是很准，我是看那个 monitor 是这样。丁字步。然后麻烦一下，请后脚再靠近一点，那是叫开字步。没有，她好像是这样站，有时候是这样站啊，然后有点斜的这样，镜头总是这样。但是好媚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然后她的那个臀部有点翘，但是。我的要照我的特写、啊，就是这样。哦，那歌曲呢？唱，随便唱一首啊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握着冰冷的手，动也不动，要我好。掌声鼓励鼓励。我回不去了。很难得看到潘美辰做这么女性的动作。其实我在以前练舞的时候是都是摆这个。哦，只是练芭蕾舞。对，但是自己不习惯这样。其实你刚刚真的很像。但是有一点点的，哎，有一点点的地方不像，就是呢，其实潘姐在走路的时候也是很有女人味的。哎呦，潮男来学一下了，怎么走路的？对啊，比如说像刚刚一开始潘姐会从后面走出来的时候，一定是，哇，对对对，对，很有女人味。大家好，今天带来这首歌曲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哎呦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潮男的模仿力是真的很好。接下来该潘美辰了。我完了，我结束啊！你要像这样子一样，是这样走那个路我就不会走，我试看看啊。啊。我声音就有点像啊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那嘴唇很性感，这是我学不来的地方。你这样一直这样唱下去，如果一次唱好几首，会不会扭到？会不会？真的不对，这个是在台上的台风，一种姿势。虽然我唱的是抒情歌，不过还是需要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表达，对，肢体语言来表达。那刚刚是这个潘美辰的模仿，潘美辰学潘粤云。那现在麻烦你来模仿一下我们潘美辰啊。我模仿潘美辰。他有什么特色？你觉得他？我的特色刚好跟你相反，就是腿开开。其实哦，麻烦你先就第一个位置好不好？先把腿先张开一下。要穿裙子把腿张开很丑，主要是模仿嘛。我知道潘美辰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喜欢握拳头。哦，握右手，这样。不知道握拳头为什么？比较有力气唱歌。对对对，对我唱歌就是喜欢用力唱。那我要唱什么歌呢？老师唱，我唱什么歌？我曾用心爱你。我曾用心爱你。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。
切不来，怎么办？觉得太委屈他了。不会，因为每个人的型其实不一样，但你刚好你这种型啊，比较女生味，他是因为形象上面阳刚型。哎，学那个男生的味道啊，真的要像你们已经真的学过，像你刚刚站这个小燕姐啊，我主持旺夫，小燕姐最喜欢站这个姿势，舒服。不是因为站久会累，所以有时候腿开一点而平衡，比较平衡，对，真的，对，站久了我觉得比较平，因为我要用力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定会跌倒，我一定会跌倒，所以我站这样比较可以平衡。这些当然都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，都是用这些特色，然后才能够在歌坛里面屹立不摇咯。对呀、啊，像很多人的表演方式都不一样，你看那个林慧萍的手一定要这样捏麦克风啊，每一个人都表演的不。